唱歌换气学问大，高音天王林志炫绝技大公开。我们换一口气的那个概念不是气到饱，然后唱到没有。其实你在字中间只要有一个空档，然后你其实用你的。明日之星能学到其中精髓，唱功更上层楼吗？精彩内容请锁定周六晚上8点《明日之星 Superstar》。